你这个韩国是什么？韩国什么？大酱汤。大酱汤是这吃叫吗？石锅拌饭。石锅拌饭。烤肉啊。还有秋刀鱼。秋刀炒年糕。炒年糕。泡菜。烤肉啊。还有韩国人参。 우리가 한번 쓰고 나서 쟁반 한 번씩 한 거죠? 네. 면 나왔습니다. 오. 그러니까. 오, 와, 와, 와. 와. Thank you. 감사합니다. 这个我没吃过. 可以先给他们吃吧. 好坏嘞，新的有多少块？你先吃。就跟咱们在到了韩国玩，看到有在拍，不是，这主厨也挺帅的，是，因为比较特别。你看哪一个拿主厨？就那个可以。绑着白头巾那个，对，像彭于晏一样。有点不像。那我给他翻译完之后给他看看。就老的不是啊。最帅那个肯定是厨师。别咬，别咬。 我们男女人还挺会穿衣服，十几个不在话下。是吧？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韩国代购呢？是吧？你看他们今天一过来，你就一看就是韩国人，就能看出来。对，不管长相跟那个范儿。下你再下来，吊起来啊！咱们筷子拿出来啊！没有，挺好吃的。什么？ 不过我觉得海鲜味道还是有的，我觉得算好吃。嗯，那个不要。那能不能把这个做一做，家里？哇！啊，打个心吧。好好吃。就他们这个炒的时候应该还是怎么打呢？用那个大蒜，啊，对，爆。